做回来关心疫情，屏东基督教病院有一个护理师确诊，今天是停诊一天做清消，病院嘛调回医护人员做体检。另外，高雄的阿国会馆关注传播链确诊案例是继续在增加，这两天嘛设立起个体检站，发出警示，通知卡列有订单的人爱赶紧来体检。护理人员无用消毒好进的椅仔甲大厅，因为屏东基督教病院护理师确诊，即马门诊护理师连假结束回来上班，煞伫个七号暗时确诊，因为地过个门诊牵涉到三层楼，院方赶紧将相关医护人员叫回来体检，并宣布八号停诊一天，袂少来客药仔民众到门口才看到停诊的公告。要来提药哦吼。啊，安尼变哪？啊，今仔日无迄落来，无看。3个月哦，吼吼。啊，都做不完，一直搞啊。根据八号到急诊正常运作，估计可能会影响大约1-2000个门诊病人甲陪诊的家属。院方透早5点先发短信通知，为着卖予客慢性病药的民众白走，现场嘛紧急设柜台予民众客药啊。另外，八号要离开病院的病人，拢爱做 PCR。因为疫情扩散啊，所以想要转院的话。目前我们是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。那我刚刚也讲了，在今天之内呢，所有在各位看到后面这几栋建筑物里面的所有的人员，都会经过一次检查。当时的恢复门诊，医方表示爱看体检结果做调整，但唔呐，屏东紧张，高雄立德棒球场边仔的车内所体检站排满汽机车，那个群组顶传播链和确诊人数一直增加，市府设七个体检站，并发出6000个短信，通知甲确诊者组织打到的民众赶紧来体检，希望透过扩大体检，会使阻挡疫情，迈个扩散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准南部报道。